大家是都有这样的感觉哦。如果你平时看的是其他的科室，那么比如说你看的是肝病科啊，或者甲状腺科啊什么，不一定会让你做个超声。但是你只要去看妇科，那么医生往往十有八九呢会给你开一张 B 超单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那我们要有对这个妇科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变化要有一个了解。那比如说你月经来的刚刚干净的时候，你的内膜，子宫内膜是很薄很薄的，几乎没有的。那么一天子宫内膜在增厚，到来月经之前呢，这个内膜就厚到了最后。那来月经之后，内膜撤退以后，内膜又没有了。所以呢，医生要根据你这个内膜的这个变化来决定该怎么样的用药。如果内膜很薄，他应该怎么样用药把你这个内膜给是厚起来。如果是很厚了，那么可能要清宫，可能要做吃药把它给撤退性的出血。卵巢也是一样，如果在月经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它里面是只有少数的很少的卵泡，那么到了中期卵泡大了要排卵了，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妇科方面呢，几乎是严格的说，每一天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。不像这个肝脏囊肿，它就在那里的，不管你看或者不看，它就摆在那里的。妇科呢每天都不一样，所以呢要对这个妇科医生给你开 B 超单呢要有一定的了解。